字迹不清，图标模糊，现在造假真是越来越敷衍了。我不管什么造假不造假，横竖我是买的书，中了免费饭，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上菜。这，我虽然有九分帅气，可我叫雨师姐。我让你帅你就帅，小子，朝天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我可以活腻了我。哎哎哎哎，不是不是。 放下去！不是，哎哎哎！我让你帅！放下去！公使之人很辛苦的，你不可以找糟践粮食。所以呢？不是，想怎么样？所以，立马向我赔罪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立马向我赔罪！ 你老很老实，还不道歉是吧？不道歉是吧？有安全感吗？你哭了？那你走吧，我不打你了。还这么有爱心，爹，我好像有心上人了。